起跑了！工程重要还是生命重要？都重要。放屁！生命无价，要是人都没有了，我把这只蛆修好了，还有用吗？人家都说，咱们临县人一辈子只洗三次脸，出生的时候洗一次，成亲的时候洗一次，死了再洗一次。这相知我能有几回啊？他已经失联12个小时了，还带了一个未成年的孩子。我给你这个人这么厉害，就是奉献和牺牲。我20多年没有回去过了，我想啊，